记者钟志凯台北报道。小郭雪芙曾志熙因做节目效果很 K， 瑶瑶黄乔行事后双方互咬，瑶瑶不爽说莫名其妙被 K， 且他还被曾志熙加油添醋说开口臭骂，昨曾志熙又出面回击，你的确臭骂我一下，节目根本没有人觉得我哪里不对，我自己想说跟你道个歉。事后他被瑶瑶骂到哭。曾志熙还原道歉现场，他说一跟瑶瑶说不好意思，他马上噼里啪啦痛斥说，对，就是你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，不讲一声就这样打过来，请问我跟你很熟吗？而且要打也不是你来打，你一个小女生的这样真的不行，这让曾志熙难过到哭出来。曾志熙说后来离开现场才堵到化妆室哭到崩溃，那次事件我在家哭了很久，想到就哭，你可能觉得没什么，但对我很伤。曾志熙图还原被瑶瑶痛骂的真相，翻社脸书。曾志熙日前自曝曾被瑶瑶飙骂，翻社自 YouTube。